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日十二月三十一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今天开始来关心今日是元旦连假的头一天，下暗要下年，明仔要迎接2022年。国公表示，伊讲讲今日是在国道路南，也是上塞的一天，有六大路段会较够塞车。啊！那国道五号透早五点就出现路南的车流量，西部的高速公路是早起七点就有车阵。国公局是呼吁讲，若是要路南，改下晡出发较好行。上铁车站三十下晡陆续出现回乡甲吹七台进条，因应需求，高铁由南港站开出两班路南专车自由座列车。三天连假，拢会针对公务车流管制，假期前两天早起六点到中昼十二点，南港系统路南高升载管制。一月初一到初二，公务上班每节十度也管制。假期的第一天以及第二天南向的民众建议可以利用下午的离峰时段出发，而第二天、第三天北向的民众则可以利用上午的离峰时段出发。根据观光局统计，三十一跨年暝，苗栗、台中、台南甲高雄订班率差不多八成，宜花等地区要七成。全国都会有大量跨年甲旅游车条呼吁民众出发时阵先查询路况。苏花路南部分三十一透早四点开始就出现路南车流，连续塞车时间可能会十几点钟。我们预估最高峰应该是明天九点到中午这一段，可能旅行时间会比平常多了一倍。尖峰时间，苏花街路南路段每点钟可能通过1050辆次，塞车情形会继续到三十一日下晡三点了后。第一波上班的车条会伫个初一中昼过后陆续出现，塞车情形可能继续到初二透早。记者综合报道。再继续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三天的元旦假期，北部、东部会较寒，各地早暗较凉凉。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九度九。来看温度，今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低压方面咧，加上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的东边拢有机会会落雨。啊，那西半部是稳定的好天，严格早暗较凉凉。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九度九。今日的日时会稍看回温，高温有17度至27度。下年尾元旦透早这两天上加寒，低温剩11度。伫北海岸东半部云会较高，所以要看新年元旦头一撮日头光，就要靠运气。气象局是表示，明仔上早的日头会伫6点31分出现伫台东的红头树。啊，那咱台湾本岛是6点35分，会出现伫屏东的乡村。要提醒乡亲，下暗去参加下年活动，还是明仔透早要去看元旦的日头光，拢爱穿好少。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新增加24个大病疾病的案例，是今年上多。另外，为着奥密克戎，佫增加9例，目前咱国内计共有59例。今年上尾一个上班日，国内新冠本土持续零确诊，嘛无死亡的个案。不过带病入境一睏头增加24例，有一半是为美国入境的。甲今年11月份带病入境高一天上侪人数变侪。24例大概是我们今年最多了哈。那前景好像11月的时候有一次是24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台湾虽然无本土疫情，不过国际疫情是真热烈，而且目前还未到高峰期。接下来这几天，国内高一天新增加带病入境的病例，若超过50例，也是条上会到的。那相信在一天可能在境外这一入要超过这50例也不是不可能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的一个不管是在边境检疫，或者我们防疫机人车队。或者是刚才大家看到很多我们在防疫旅馆里面集中检疫所，这压力都非常的大。但是中面色的这歹看不是无原因，因为国内去为着奥密克戎的病例搁增加9例，其中一个是为哈萨克登来台湾的空手道代表团选手，全团已经有8人去为着奥密克戎，其中5个人因为病毒量伤低，无法度做病毒的定序。国内累计已经有59例奥密克戎带病入境的病例啊。59例当中有55例都是突破性感染，3例是接种过1剂的疫苗，然后1位是没有打过任何的疫苗。针对外界关心讲，国内无症状的感染者，敢会比较美国缩短隔离的时间，加做5天？专家会议讨论了后，决定改照美国的方式，因为真侪确诊的个案超过5天，还是有传染力，可能会对社区造成影响，所以会用目前解除隔离的标准，都要发病超过10天以上，而且连续2次 PCR 是阴性，也是 CT 值30或者是30以上。若感受有把握伫个新增进程，我们可能被拖到社区去。
但是中共无人有把握，不过会尽全力谨慎来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昨下一阵记者会内底，毛公布台北市的中正区有一间防疫旅馆，有三个旅客相连刷卡进。防疫旅馆已经把其他人先刷去别位。啊，若这三个个案到底是本身就带病入境，还是互相相偎，目前也在调查。在台北市中正区的一间防疫旅馆出现三个确诊病例，住的房间多伫个顶二楼。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调向群组调查对社区应该无影响。他从不同国家进来，好，那如果是基因定序的结果是相同，那就一定是好在这边的一个群聚了。好，那那时候我们当然会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来做相关的，应该把它正确的列入。三十接到消息了后，台北市府赶紧去了解，确诊的第一案是十四位深圳入境，住伫六一一房，隔离期满二十五天去，至七日变两天，时期带分别是二十到二十，显示是多受感染。市府扩大采检旅馆上下楼层，发现住伫楼卡五一空房第二案，二是为美国入境，二刚出现症状，第三案是住伫五空三房。十六位日本入境也伫二九采检阳性确诊，台北市府是判断二四是旅馆内底可能的传播时间。所以他们共同在这个旅馆的期间，大概就在22号到25号之间，所以我们不排除它是旅馆内的群聚感染。但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管道跟方式，我们现在正在清查中。即卖台旅客48人当中，除了两个确诊，还有43人采检阴性，还有3人结果还未出来，已经离开旅馆的21人当中，阴性9人，12人还未出来。八名旅馆员工全部拢是阴性，目前已经健康防疫旅馆静置7天，住客拢刷到其他防疫旅馆或者是集中检疫所。现在防疫旅馆比医院还危险，我们现在把防疫旅馆哦的那种防疫的需求一定要严格升级，再是空调的，这个我们大概。那重新制定我们台北市的防疫旅馆那个空调的标准。官体强调，未来的防疫旅馆工作要做满两剂，做满两剂的人要搁做第三剂，安那无会处罚。市府调查旅馆病病毒、空调设备、送餐动线甲收粪水的方式，31会请专家做环境采检。目前跨年晚会依然是照常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有32年历史的台北西华饭店，昨暗发出声明，打算要做到明年2022年2月15日就要停业。西华饭店伫昨暗发出声明，打算饭店会做到明年2月15日，嘛讲已经通知人客啊。西华饭店是1990年成立的，伫台北市的市区，受国际旅客为主。在松山机场塞车仅10分钟尔，不接待过济济有名的政治头人、大明星。西华饭店在今年11月份有通过台北市政府的核准，会使改建，所以饭店停业应该是打算要改建，要去高级主题。来关心咱国内的电信业，即马出现新的局面，这是台湾大哥大、台湾大哥大宣布要甲台湾之星合并，未来用户会超过976万户，是占第二大，已经要挖中华电信的地位。咱国内电信业阁出现三强的局面，台湾大哥大嘛答应讲，台湾之星甲客户之间的合约拢未改变，会保障客户的权益。台湾台总经理林志行在2021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开记者会，宣布重大消息，要合并台湾之星。我们也已经这个签下了我们即将这个合并台湾之星的这个合约哦，那要共组这个5G台湾队哦。台湾台合并台湾之星，目的是打造台湾上大的 5G 平台。用户数来看，中华电信以1065万户赢过第二名台湾台，按个比例，台湾台甲台湾之星合并了，用户数会有976万，接近中华电信的用户数。台湾台董事会是伫30通过，用282亿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合并台湾之星。本合并案换股比例为每一股台湾之星普通股。换发台湾大哥大0.04508股普通股，台湾之星开台成功。台湾之星前身是联邦电信，2014年先并购微博电信，随即在当年8月正式开台，是目前国内唯一无政策电信业者。台湾台合并台湾之星了后，电信市场重回三雄局面。
我们希望在2023年，成为这个科技电信业里面营收最大的公司，然后2025年成为这个所有制造业跟金融业以外消费性的科技业里面营收最大的公司。台湾之星的客人现在已经跟台湾之星签订了什么样的合约？我们全部都会 honor 这样的合约。台湾台并购台湾之星，相关国际中频用量会达到100MHz，成就业界上大，提供90%人口涵盖率加95%的信务涵盖率。不过爱公平会加 NCC 两大主管机关点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高雄市政府有一张公文，讲中油要关8000班，改建高雄秀山动物园是引起议论，这嘛引起中油内部不满。中油的劳工董事是表示讲，高雄市政府送来资料无齐全，所以已经向退回要求补资料。嘛有董事是认为讲，中油公司伫今年了400亿。过去捐钱实在是无道理，社会观感嘛无好，所以后一摆个董事会这个案要过关有难度。来关心中国时报，陆军是发生种种那亲像是不同的男女关系，违反纪律。资本前途公明有机会被更加悬的金风波政政主任刘江华，刘江华校长因为牵涉丑闻，即马予国防部铁质对金门叫回去，咱台湾本岛要接受调查。来关心自由时报。今仔日是2021年上阿尾一天，对于明年开始有侪侪新措施要实施，包括劳工的基本工资会调悬，还有军公教的薪水卖起4%，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卖调悬，电动汽机车减扣货物税要延长，这些措施，不过因为明年度总预算案立法院即马也未通过，所以明年原1月份开始军公教要调悬薪水这部分也无法度加薪水。台关心今日开始休三高，所以咱台北股市伫昨昏宏观收伫18218点，今年全年是起3486点，起伏是占第三悬。分析师是表示讲，因为美国的经济变好啊，带动咱台湾的出口产业、半导体一个航运业拢真旺。那中洋航运昨昏也传出今年的年尾奖金是上40个月。2021台股宏观指数在18218.80点，指数继续徛稳18000点，在历史高档区。回顾今年台股走势强大，全年起伏3486.11点，七大关口56条挂，比去年增加12条，等于每一位股民平均赚96万。分析师指出，台股今年表现完全乎外界意外。受益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台湾出口产业，以电子、半导体和航运表现上好。整年来看的话，就是说各类股其实都有表现，但是呢就是呈现一个轮动，它本来多头的一个特征就是各类股呈现轮涨的一个情况。航运有很好的成绩单，也反映在公司盈利。中洋海运传出发给员工上悬40个月年终奖金，中洋强调年终奖金一向是以营运绩效和员工个人表现核发。阳明海运也伫今年盈利数还未结算进程，伫官会会给员工领到年终上悬有8个月。像竹科啦，或者是南科、中科，那这几个科学园区呢？虽然我们有3级警戒，但是呢，对制造业却没有实质的，没有产生太直接的影响。好，所以我们在台湾今年，我们都还可以顺利的生产。中国每年或者政府一直会是观察指标，那欧盟控无进入台湾本土，伫全球半导体含伫锻炼风险，当然国家晶片供应无稳，台湾继续稳定晶片供应。中原台湾业者台积电联电有希望继续行关分析师认为，那疫情等国航空业表现将大幅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新闻，咱的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正疫情爆发较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8000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4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988例，中国病例超过10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在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4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在英国超过1200万例，在法国是超过957万例。
即阵 Omicron 变成病毒，伫澳洲团德国一天 Omicron 的病例就新增加3200例，未少国家即马拢甲防疫规定阁缩严，严格即马引起民众的抗议。世卫人丁星座会已经传阁较紧，电脑海。这是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首府慕尼黑，集会了后有上千人伫个街仔路，警方唔敢大意，虽然无正面冲突，暗过示威者向警方逼近，予警员正大的心理压力。发生时，引用德国警察工会讲法指出，不满防疫管制控制伫全国出现，警方是无用处置。另外，亚旦连假过完了后的这个礼拜，仅仅是自白日一天，新增加3200个奥密克戎变种的确诊病例，占目前确诊人数的45%，显示奥密克戎惊人的传染力。警方伫这番时阵，甲无挂嘴安的民众近距离接触，致使心理压力是增加。同款在澳洲，希腊地址到这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增加超过7000例，来到28800多例。当局推出上新的管制措施，其中餐饮业等营业场所，除了跨年夜以外，要在半夜12点关门。面对疫情的管制，业者除了大叹生意歹做，也可能无来接受。Θα υπάρξει σίγουρα μια περίοδος που θα είναι σκληρή και χαμηλού τζίρου μετά από αυτό.Σίγουρο ένα δίμηνο σίγουρα.在西班牙，虽然一礼拜以来确诊数字加倍，但国总理桑切斯认为奥密克戎变种的症状相对较轻。在未少欧洲国家提升防疫管制的时阵，西班牙是考虑减少无症状确诊者隔离期限，从原来10天减做7天。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在自告增加新确诊病例超过42000人，创新当地相关纪录。就算奥密克戎指数感染人数增加，一天新增加死亡病例依然保持2位数。玻利维亚也。第几倍？从4934人一天新增加确诊记录。阿根廷卫生官员指出，南美洲已经加做全球疫苗注射率相关的地区之一。这是面对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时阵，死亡率依然较低原因。公司新闻，徐家锦编译。英国伫昨昏新的病例嘛破纪录，断疫人数是自最近10个月以来上多。变种病毒 Omicron 在社区内底传，严格英国政府即马是要缩短感染者隔离的时间，引起批评。因为疫情即马是愈来愈吃力，英国的检验器械嘛咧欠费。伦敦西部的费尔塔姆市，做新冠疫苗甲 PCR 检测站，日到排队是排到落落长。原因是因为民众买无居家用的快速抗原检测，为了甲亲人会当做伙过年，或者是上班的需要，只好就去国民健保署的服务站来寻求医疗人员的协助。Seem to be short wherever we go, but I have been regularly doing lateral flow tests because I work in like hospitality. 有人买无快速抗原检测是真着急，青帮白帮都直接甲这个气出伫咧药房的店员，这种新闻嘛愈来愈侪。英格兰地区的快速抗原检测会无够，主要是因为强盛政府防疫隔离的规范有改变。确诊者只要伫咧第6天甲第7天的快速抗原检测是阴性的，居家隔离的时间就会当缩短到7天。英格兰、威尼斯甲北爱尔兰这三个所在，完整注过疫苗的人，若是过去划到，只要每一天的快速抗原检测是阴性的，就会当正常生活，未受到影响。工农地下内阁的卫生大臣史密斯，都甲这个责任指向强生，批评伊的政策无甲配套做好。It does seem quite unbelievable that when the Prime Minister has made these decisions in the last week or so, that he hasn't seemed to check that the capacity is in the system for people to do the right thing. 英国日前通报的新确诊的病例数是183037人，比前一天增加32%，超过90%拢是社区感染去为着奥密克戎。高是英格兰地区，迄天断疫人数都有10462人，是最近这10个月以来上悬的数字。甲前一礼拜来比，是增加48%。强生去做疫苗针顺的时阵，是搁一届苦劝民众，都爱去做加强射。伊强调讲，90%带入去加护病房的，拢是无做过第3针的，而且连1针都无做的人，断疫几率是有做的人的8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特别迎接2022年啊，世界上正出名夏年活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除了有全世界上界大粒的水晶球，夏年活动即马伊毛先排演，带乡亲来先看先赢。3, 2, 1, Happy New Year！
材料倒头上的声音作品一直喷出来，飞在工厂的空中，明明也未到2000年，那就伫个倒头上啊！这是美国纽约西部工厂的夏年活动的排演，除了正经替换192片最珍贵的灯片。活动阁有传3000磅，差不多1360公斤的彩色作品，加现场的跳舞表演。Today was spectacular. We tested the confetti, and of course, the first time it was going the wrong direction, down to 34th Street. But by the second and third time, we got it perfect. It filled the sky in Times Square. People were cheering, cars were honking their horns going by, and we're ready for December 31st.美国白宴哈尼梅披露是请当地萨满在首都利马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山举行仪式，用不同国家领袖的相片，有些2000年的新年运势，其中有些着会有经济危机和国际冲突的继续，还有疫情可能会用温和的方式逐渐消失在生活。Va a haber una crisis mayormente en el lado europeo.En la europea. Hemos hecho visualización mayormente del problema que hay en la invasión que iba a realizar el gobierno ruso a la localidad de Ucrania. Pero no se va a realizar, hemos visualizado entre varios maestros y no se va a realizar la tal mentada invasión.那是巴西是由乌巴达教的信徒穿着白衫，组织在里约有名的科帕卡巴纳海堡，向海洋女神献花和礼物，祈求未来一冬的和平和健康，也唔忘会当在2022年，和全球拢摆脱新冠疫情。公司新闻的是董炳耀。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今年全世界物价是直直起 ，CNN 是表示讲，伫明年会继续起。2022年，番麦、可可啊、糖这三大原料会起上涨。来关心美国是传出有游轮出现疫情，美国的 CDC 是呼吁民众即阵啊，较卖去坐游轮去佚佗会较安全。来关心南韩的前总统朴槿惠，伫台湾时间11:00，伫病院收到特赦证书，进行防特赦恢复自由。台关心香港的警方调走立场新闻的高层，也起诉两个前总编辑，国际社会拢在谴责，呼吁中国要停止打压香港的自由跟媒体。也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伊是出面驳回讲，这件代志甲是毋是反对派的媒体是无关系。啊，那上新的消息是，歌手何韵诗伫昨尾暗已经互交保，伊嘛表示明年1月7日伫山顶的演唱会也照常举行。香港立场新闻的官网以黑底白字宣告是停止运作，拍开 YouTube 原本数百支的影片全部拢看袂到，所有有关立场新闻的社群平台拢互关掉。为彭国日报甲立场新闻小连锁何港副区报，也毋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否定整顿反对派媒体。对唔住，呢个唔系整顿反对派嘅媒体嘅工作。这个纯粹是一个執法的工作，同新闻啊媒体的工作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不可以评论正在调查的个案。林郑月娥当时批评西方政府机构和媒体无掌握证据就乱下定论，甚至要求释放疯癫的人是践踏法治。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表示，新闻工作并不是煽动叛乱，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的自由独立媒体，并且随时放弃我向无公平拘留和控告记者。德国外交部也严厉谴责。Dass es eine stetige Erosion gibt von Pluralismus, Meinungs- und Pressefreiheit in Hongkong, insbesondere seit Inkrafttreten dieses nationalen Sicherheitsgesetzes. 真侪台湾公民团体和在台港人团体，三十透早伫台北中国银行头前声援立场新闻，认为中共以韩国的罪名一步一步进行政治清算，呼吁台湾方面应该量早收回完成香港人居住登记和庇护机制。香港逃走之后，选择台湾重新落脚，台湾的社团法草案现在还躺在内政部。总统蔡英文更加批评中共当局再次拆毁一国两制承诺，打压限制香港的言论自由。行政院长苏贞昌提醒台湾民众，以此为警戒，也是给我们更深的警惕。我们要守住国家的主权，守住台湾的安全，才有民主自由。
香港警方第三十起诉立场新闻前总编辑张佩权和林晓彤两个人，拢防止控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香港媒体人人惊吓，香港独媒新闻随后公告，将为明年一月初起停止运作所有相关人员同时解散。这一波港媒连锁效应暂时也看不到进展。记者综合报道。那尼加拉瓜伫这个月初十，平常宣布甲咱台湾断交，要甲中国建交，而且佮甲咱的外交官没收，要交予中国去使用，真恶质。咱外交部是发出声明，讲会透过国际诉讼维护咱台湾的外交财产。外交部强烈的谴责尼加拉瓜的独裁政权不法动用国家的权力来干扰我国合法转移外交财产，尼方进而侵占的重大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我方严正要求尼加拉瓜政府改正，我国会循正当的国际诉讼来维护我国的外交财产，我们一定会使尼加拉瓜他们负担国际不法行为的相关责任。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法务部调查局发现网络顶头有网红网穿甲卖家在宣传咧卖无经过食药署核准的快台汽车，已经约谈两个人，嘛查扣成品、半成品，诶，加个一寡生产的机械。在今年十二一月到十二月间，一共分四波举行大规模的扫荡，那分别在北、中、南搜索涉案厂商相关地点，一共十处，那约谈李姓和杨姓等犯罪嫌疑人到案，并且查扣未经食药署核准的新冠肺炎快筛试剂成品，一共29762盒，试剂卡盒半成品109万具，和自动生产机具一部，那相关涉嫌人均。移交地检署来复讯。调查局是提醒民众，若是要买快台汽车，一定爱人民有卫福部核准的产品，唔通去买来路不明的，安尼才袂造成感染，也是验袂准的风险。继续关心，侪侪学生囡仔即马拢已经做好第二针 BNT 的预防针，啊，毋过有医生是发现讲，最近胸腔痛的少年患者有增加，而且有高声拢是。督助 BNT 预防下的，所以嘛要提醒家长，囡仔若是准讲感觉胸腔窄窄、心脏会痛，应该赶紧量查给医生看。各有疫苗送到位啊！由鸿海英灵、台积电、甲组织等等的民间企业共同采购捐的 BNT 疫苗，三十摆是透早六点外送到桃园机场。这批疫苗差不多有93万剂，是今年最后一批到货疫苗。目前 BNT 疫苗累计送到位的差不多有1333万剂。疫苗虽然刷送到位，青少年在学校做 BNT 疫苗第二针，目前嘛正在进行。有医师临床发现讲，最近胸腔痛少年的患者有增加，半个月都有百多人，其中有90%拢是做 BNT 疫苗，也够有20%至30%是心电图有高音，大部分是心室喊起来。我们第一波打下来，其实看起来心肌炎的比例呢，其实跟国外比没有说差特别多。然后呢，绝大部分也都是不严重的，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个礼拜呢，不要激烈运动，都会康复。医师提醒，做过疫苗的28天内，若是出现胸腔痛、心肝头、皮肤菜等等的症状，都要赶紧去医生做检查。另外，也有专家警告，目前国际疫情是真严重，奥密克戎已经渐渐取代 Delta， 成为主要胃痛的病毒株。台湾皮都要病真严，要有甲病毒共存的心理准备。是因为它传染力太强了，它传染力是 Delta 的3倍左右，所以呢，大概我们很难避免奥密克戎取代掉 Delta 变成主流的病毒株。那今年的春节呢，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还是奥密克戎，因为国外现在都几乎都是奥密克戎。专家强调讲，外国的研究显示，去买到奥密克戎的人，大部分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台湾袂当干那靠边境的管制，民众一定爱较密切咧，除了爱洁洗手、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也阁爱完整注疫苗，就算是无涉及去买到，也当预防重症甲死亡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元旦连续假期头一天，下暗嘛有济济活动。伫台北一空一有演唱会、毛烟火，也毋过即马有人是放调讲，要伫高铁放火杀人，阁呛声讲要去蹦调一空一甲总统府。警方已经抓到人啊！啊，那嫌犯是讲，伊是因为心情歹，才伫网络顶头乌白写、乌白讲话。警方半暝冲入去新北市一间人家厝掠人，阁扣下电脑来保留证据，因为一位姓朱的查甫人，敢若伫咧网络顶悬捞话，
棒雕讲要学订制，伫高铁棒会台人，跨年时阵阁要查一控一甲总统府，网友看到是赶紧报案，警方嘛来追查到位。啊，新北市土城区啊，朱姓男子住处啊，执行搜索啊，查获朱姓男子啊，并带回侦办。朱贤啊，这个坦诚不讳，目前表示啊，他心情的一个抒发。警方在姓朱的查甫人的处理，无抄到炸弹等等的武器，不过安尼公开放刁，讲要做出危险的行为。警方在问讯了后，依照涉犯恐吓公众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跨年的晚会特别举办，警方也真谨慎，提早针对会场甲附近的建筑物展开清查，也出动警犬巡查每一个所在，避免有违禁品或是会爆炸物件造成危害。另外，针对空气机嘛，同款严格来管制。飞在舞台周边上空，那空拍机，然后我们做拦截，然后把它引导到操纵者的那边。降落，那我们会有人尾随这个降落的空拍机去看到底谁在把空拍机设在上面，这样为着避免有人利用空气机发动攻击，也是操作不好时落下来危害到安全，警方依法查处无核准的空气机，按上迄天暗时卖出动800位警员，伫咧管制区甲路口戒备，维护会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三天的连续假期，交通就较无闲。那代替伫十五时传出有一班要台北驶去高雄的朋友嘛列车，停伫台东地上的时，有旅客拍影内底充电的电池啊，煞熊熊烧起来。加在使用灭火器拍火，无人受伤。女乘客红色牌包已经烧出两个孔，原来是内底行动电源不明原因烧起来。三十下晡两点外，这台为台北开往高雄的412次普悠马号，迄时阵停伫个台东地上站，煞熊熊有人的行动电源家己烧起来。旅客马上就利用我们车厢的灭火器立即扑灭，所以在池上误点两分钟就立即开车。仅有就是说，它的座位因为灭火器的作用潮湿，那台铁局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财损，他们将厘清相关的责任以后，再看愿不愿意对行为人求偿。铁路警察表示，过程中无人受伤，暗过台铁椅啊喷痰器是不是要求偿，看台铁决定。2017年台铁麦迪普悠马号有旅客行动电源伫行李箱内底家己烧起来，好佳哉无人员受伤。台铁表示，目前行动电源无明定是危险品，旅客应自由揸。暗过坐飞机的时阵，要求行动电源免脱分爱随身揸的。注意那个线啊，就是爱要用。一架迄种，还有无？不要冲太久安尼啊。等满一般你如果要插有无？隔天有无？都爱拔起来，袂使离插安尼啊。通信行业者表示，经过国内合格标准的行动电源，袂家己倒起来，除非是短期或者是伤过热。那发现使用的行动电源熊熊碰起来，唔通过用。为了安全，除了买合格产品，也会记充电时阵充饱电，到插头拔掉，避免过热。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2019年世界青年小运比赛，咱76公斤级银牌选手张惠珠，去年是因为禁药关系，被停权两冬。也毋过，世界禁药管制组织最近有新的资料是显示讲，有一挂人的基因就是造成无用禁药，也毋过会验出阳性的状况。咱的选手张惠珠就是有这款基因，所以即马伊停权的处分已经被撤销。为中华运动禁药防治基金会执行长黄启宏手中摕着撤销停权裁决书，小运选手张惠珠在年底收到证明家己清白的裁决书，只是收到停权两年，无法度处理奥运参赛资格，有完无遗憾。好像这段时间，其实白白浪费掉。我希望我可以由这件事件成为一个标杆，让日后的运动员，然后可以学习，或者是可以增进，然后也觉得说不要害怕，自己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去年七月初九的流检，张惠珠红检出红血球，呈呈数阳性。今年一月初六起停权两年。不过中华运动禁药防治基金会经过半年外的采样，伊伫个我达甲因的实验室确诊8月13日实验室内含。东亚地区0.5%加一派人有 EPO 变异基因，张惠珠经过 DNA 检测有这个变异基因，所以撤销裁决。上个礼拜五，我们就已经做完这样的。完了以后，我要求我们同仁立刻上去 Adams，
改变所有的资料，把他的资源赶过来。谁会来帮他赶快进到雅培中心去，好好去争取雅印这个资格，用实力来证明，哎，我是一个好选手。基金会指出，我打2022年起采用新认定标准，未来检测拿出现象片段，需要阁进行血液检体的基因检测。那带有变异基因，应该判定是阴性。杨惠珠因为基因变异低输给用，名声受损无多参赛，伊讲就当作是提供白啊，予伊磨练，要调向明年阿文打拼。记者综合报道。顶风风上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县的文化处，因的店总有超过3000件，有经出39件来举办展览，按算会展览到2月17日，是利用光影甲空间产生变化，正做展览的特色。现场有雕刻、毛板画这作品，带乡亲咱做回来看。伫光线头前比手势显示出多样，透过实际操作了解光影变化，佮有配交戏含刷画体验。在屏東演舞場等進行有影無影虛實空間的特別展覽，以雕塑、版畫和工業空間做三大主題，呈現藝術的創意。我們談到藝術，可能比較常聯想到的是繪畫，就是油彩啊、水墨啊，或者是水彩。對，那其實藝術還有牽涉到空間虛實的變化，所以我們這個展覽就以空間上面的變化去呈現藝術的裡面的風采，還有藝術裡面的知識。屏東縣政府文化處的原住民和客家等等的文化展總超過3000件，這次經出39件展出。另外也配合藝術品設計體驗活動，利用作品和工業之間的變化增加參觀過程的互動性。這一次我們的展非常非常特別，是我們從這個我們自己屏東文化處的所有的典藏品裡面，然後把這個雕塑還有版畫還有這個皮影戲的一些展品，大概有39件，利用空間的一個概念，然後測一個很適合親子一起來動手做或一起來看的一個展。屏東演舞場這次有影無影虛實空間展出到111年2月17日結束。展覽的期間辦起出故事劇場，由手工體驗課程，真適合家長帶囡仔做伙參與。在藝術和工業的遊戲當中，哪耍哪學習。記者綜合報導。台南市内的大观音亭，甲呾已经有350年的历史，是奉祀观音佛祖。大观音亭伊的门神，毋是普通的门神，是佛教的护法神。毋过因为长期风吹日头曝，门神的彩绘已经翘壳嘛破旧，经过整修，即马已经修复完成。台南大观音亭观音佛祖庙是105年庙门受到风吹日曝，致使庙门的门神受到严重损害。庙方决定要将两扇门拆下来整修，用已旧修旧的工法，和门神回来本地面貌。和这个门神来讲的时候，安好了后，和门神就位，门神就位了后咧，当保庇咱信徒出入平安，也当保庇咱民这个民众咧，伫这咧会当安稳吼。趁着甲门神拆落来修复的时阵，针对耆那尊者韦陀菩萨的彩绘手路进行刻考。根据上新的资料，针对1500届重新提出刻考事件，只对耆那韦陀门神是进前捌着过新团长江家瑞丁清照老师伊在生进前的作品。咱一般修复的方式拢复旧如旧，尊重原来作者伊的原作品，来做修复。所以你来看，你这。这来讲的就是丁清祠大师哦，进步真系可贵啦。丁清祠大师的作品，那么伊来讲的时阵，咱若认真去甲看吼，伊是绘画立体，是描金线的方式啦。哦，迄个线条哦，迄个线条是浮的。虽然门神本地香烟卡真高，受到风吹日晒的损害，不过透过文字保存的方式，让门神回来本地面貌，也让具备历史意义的丁清照作品继续用接近现代的方式保存在台南的大观音亭。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的新圣经掌中剧团有招咱全台湾七个掌中剧团推出年底的大戏，这是咱全台湾头一出结合传统的卡步手锣，也够光雕的布袋戏，带乡亲做伙来看。对石能吸收天地灵气，破壳而出，正做一只叫红罗杀的妖灵，准备大闹天界，小偷万气。红罗杀化作肉身，危害人间，唯有各路英雄团结合谋，才通太平盛世。这摆是一个真大的突破。布袋内底有讲忠孝节义，啊有
哦，可能是性格定义。啊，乃至处我感觉有一个中心思想，因为团结。那希望我们开发一个 B2C 的商模，那如果这个商模它成功的话，等待的是国际的观光客回流的时候，它可以像是越南水上木偶剧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形式。那每年固定的时间呢，特定的地点都有人进来看戏。编剧导演朱雄浦发挥动画专长，阿兄就伫台顶人红啊，传承新盛景江中剧团第一代团主的心愿。唔呐，光雕布景、显白传奇，就连外台戏的戏台也规个搬入台北西门红楼，呈现英国内台戏园布袋戏上界繁华的时代。上欢喜就是全国所有老中少拢联合在一起。啊，叫一挂新观众出来。会改这个艺术的人吼，啊，会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吼，伊袂惊腰巴肚啦，哦，巴肚下下个安尼，哦，因为这是伊的兴趣嘛。这出由新盛景江中剧团细伢的服务英雄帖，用显白的动画加灯光技术，招南北二路各江七个布袋戏江中剧团参分林在地打击乐团，对峙抗日一年底小耍四工团结演出，期待发展最固定形式地点的常态性表演模式，和传统艺术新年也有新风貌。记者闽晶林玉凯台北报道。啊，那咱台湾真侪庙祠的装修，毛对时代卡步，唔那爱靠传统的艺术，即嘛嘛会靠一挂科学机器来斗三工。亲像台南各地古迹大天后宫，一挂珍贵的壁画就生壁癌，生甲真严重。即嘛加在是透过科学检测，已经到达啊修复。徛伫壁画前，团队利用摄影相机器来检测。壁画温度敢有正常？这里看起来连续，这里看起来连续。今天温度较高。因为这北丹油坊大师的壁画，有的彩绘已经腐去啊，壁内底盐分佮曝日，拢是造成彩绘损害的原因。每个修复，亲像人咧敷面共款，因开始伫壁画顶面搞面膜。敷泥的材料，这个材料最主要就是咱这盐分。透过咱这個水来吸收出来，吸收出来以后，也走在咱这个脱氧的材料面顶。台湾艺术大学佮台南艺术大学团队，这三冬来一直伫大天后宫修复壁画，遮拢总有三十件北壁画，拢受严害，就是咱讲的壁癌。团队为着要解决，利用各种科技佮机器，了解壁体成分，佮有水分佮盐掉伫倒位。阮上长的时间吼，捌拖到六七十遍。咱袂使讲哦，咱为着要予伊水水啊，咱就一寡落来修理好。啊，若修理好，你可能咱讲的哦，治标不治本，安尼就是无伊的效果。大天后宫是台湾的一座官方起的妈祖庙，是固定古迹，正经的修复大部分拢是定位，无几冬就又搁腐去。从民国八十二年到正时，几啊处的修复。拢无可能断根，啊！即处看会当按即个脱盐，下即个工程，甲即个壁画拢总做好势。即个匠师哦，即个画师，因用的材料、因的技术、因的美感，其实甲咱即摆完全拢无共款。啊，所以其实阮拢希望讲，尽量咱也保留落来。除了甲壁画脱盐重新修复，现场毛进两台负离子产生器。利用负离子吸甲油烟污染物，壁画地当维持清气，袂阁污气。台湾的文字保存观念已经对古迹修复升级到管理甲维护，运用最新的科技来保护庙祠的文化资产。文字处会推广到其他所在。记者陈嘉文、赖维泽、台南报道。镜头来家己，家己伫家己观音水墙，因为旧日一大地动，还佫八八水灾的影响，已经封22冬啊。经过政府甲民间团体共同整修，即马观音水墙地方景区，按算伫明仔就当开放入去游览。伫桥顶欣赏水墙，家己原伫家乡观音水墙风景区，因为风台甲地动封闭22冬，每年元旦开始，逐礼拜五、拜六礼拜开放试营运。一天两梯厝，民众会当哪看水墙，哪啉咖啡。空气好，风景好，咖啡又很香，真的是难得的出游的一次。正伫这个德佳大坑这个所在，
海拔正哩1000公尺左右。观音水墙风景区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景点，因为旧年地震甲爆发水灾，造成崩山无法度搁入来。经过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嘉义县政府甲嘉义市嘉义行政团，总共开18000多万来整修，这个所在才通搁再开放。今仔人间仙境的啊，的感觉啊，啊，迄、那个有滴只过来，就是讲这个大森林的感受啦。即目前生一工两团来遮试营运啦，啊，以后吼、哦、嘛是用网购无开放，大家来呢。目前内底路搁正下，人上侪会较恶小闪车，管理单位则使用预约的方式来开放。船长表示，民众预约的时阵，内底嘛有规划一挂行程，希望透过观音水墙的开放，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在台湾第二座原住民族文化的册库，即马伫新竹的尖石国小成立啊，计将有1600本甲国内外原住民文化相关的册放伫遮，我们要让原住民的囡仔了解家己的文化。一本一本拢是介绍原住民文化的册，不止内容精彩，边个有画图，让囡仔更加简单，就通认白家己故乡的文化甲历史。那里面有一些是泰雅族的，所以可以让一年级他们知道泰雅，就是以前泰雅族的事情。老师们带领着孩子啊，透过这样的一个书箱啊，能够认识更多我们自己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文化。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书箱，也可以啊认识更多来自不同国家啊的一些原住民，他们的不同的文化。新竹县尖石国小108年转型以泰雅美学做核心的实验小学，透过设置册库，除了会使增加对原住民文化的了解。对多元文化教育有实际上的帮助。透过这个原住民的书库，可以更多的将相关的书籍在这个书库中间持续来流动，让我们的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教育可以更多的来做扩展以外，也透过这样子的书库跟其他的学校来做交流。这次观测主要是企业界发起，透过大家合资，总共提供1600本新册，希望为在地学校资源尽一份心力。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国外，咱来关心叙利亚内战已经拍10冬，造成620万人有路无处，全国有60%人口是食袂饱嘛，穿袂烧，一个囡仔敢若会当伫粪扫场捡粪扫回收袂钱来讨趁。叙利亚南部都市拉卡已经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首都，历史地标甲以前老者市场早都食做拍荒，即马即片真大粪扫场是当地大量流离失所民众捡回收勉强营生活所在。叙利亚内战为2011年3月开始，到即马造成300万人死亡，生活水准倒退几啊十年，差不多680万叙利亚人流亡海外寻求政治庇护，另外还有62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当中都250万的囡仔。什么拢无的这群人，甘能忍受恶臭垃圾，靠捡粪扫回收袂钱？当年战争和周围的环境充满危险，连捡这回收物拢可能受伤甚至无命。虽然这几个月来叙利亚内部情势相对稳定，过去10年战乱造成经济崩盘，真歹经济复原，并以学校资源甲卫生系统拢被摧毁。联合国表示，当地90%人口生活伫丧车状态，60%人口面临危机。
哈利波特这系列的电影真侪人介意，头一出头一集推出，到今已经满29年。当年拍戏的这些囡仔明星，嘛拢已经变大人，已经大汉啦。最近，伊是登去伦敦拍片的时，去的魔法学校咧拍片，嘛甲观众分享20年前拍片的点点滴滴。Did you ever make anything happen? Anything you couldn't explain? 演《哈利波特》的雷德克里夫自2001年接这角色时阵才11岁，这部奇幻冒险电影在10年之间推出8部系列电影，红遍全世界。观众也看剧中的囡仔经过各种的磨难大汉。20年了后，因受邀请重回霍格华兹魔法学校团圆，一切拢真熟悉。Every part of my life is connected to.Potter and to Leavesden and to this place. Like, my first kiss is connected to someone here. My first girlfriends were here. Like, the first, everything I can think of is that related right now. But, you know, like, it all spirals out from the Potter set somewhere, you know?那好久已经32岁，雷德克里夫即马看起来较大条。今年会同款伫剧中演英恩的鲁伯格林特是做爸爸，甲英恩小恋，演妙丽的艾玛华森，这几年事业成功，已经有只哑巴的成绩单。You know, some of us haven't seen each other for years, and so it's just been a joy. Yeah, and unlike an unexpected joy. I really didn't know how I would feel. I felt quite overwhelmed this morning, and then I've just been really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just actually.Yeah, just getting to relive it all. 对导演来讲，伊打造出来魔幻学校一景一物拢有难忘的回忆。As a director, you're on these incredible sets, so you walk into the Great Hall one day, you walk into the Chamber of Secrets, and as a director, it's the greatest playground in the world.电影当中的主要演员回去到魔法学校，重温共同行过点点滴滴，每一个拢真感慨，因背后搁有一个看无的影子力。It's a strong bond that will always have. We're family. We will always be part of each other's life. 公司新闻站回编编译。非洲卢安达西北部火山国家公园是山地大猩猩主要休困地，这几冬当地保育做甲袂歹。所以大猩猩的数量拢有增加，也毋过增加了后，即马所在变作伤挤伤挤啊，不时拢会传出大猩猩冤家相拍、相争地盘、内部发生冲突。大猩猩大嘴咬得啊，喘一个大气，在树林内底爬爬走，这是暖达西北部的火山国家公园。中非卫龙者山脉八火山有五个，就伫这所在，有160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甲竹林，是山地大猩猩的天堂。过去因为生态地消失甲过度拍打，物力者极度濒危，后来经过复救，即马伫暖达境内。为15年前的100只增加到380只，啊，不过这国家公园面积过去50年减少一半，地数大猩猩伤过多，常常骚扰附近的民体，还佫破坏自相残杀。The interactions themselves changed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came very violent, and during this period, we recorded 7 silverback death. So that's again a consequence of more groups.Ranging in the same area, really not expanding and going to the rest of the park, and that leading to more intergroup interactions and then more infanticides.因为大猩猩为国家公园带来真好的收入，每年为卢安达赚2500万美金的观光财。农业发生扩大的很多面积，为大猩猩打造更加舒适的厝。So we are aiming in the next five, ten years.To expand the park by 37 square kilometer, which correspond to 23% increase of the effective habitat of the park. And the,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we are going to relocate people, estimated around 4,000 households.为安置受冲击的村民，当局已经起好一个新的主题区，内底有学校甲一个家庭游戏场。啊，不过民众无介意，因怨叹魔幻村的土地无原来好，烦恼未当维持生活。面对甲濒危动物之间如何共存共荣，伫阮搭陷入两难的困境。
公司新闻站回禀编辑。天气报的知，今日北部甲东部会较湿较寒，啊，若西半部是好天。爱说是讲，下暗尾卡尼梅，啊，个明仔透早是气温上高时，温度剩十一度尔，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十四度，上高十九度。中部的温度上低十三度，上高二十二度。南部的温度上低十三度，上高二十五度。东部的温度上低十四度，上高二十二度。外岛的温度是十一度至十九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新年快乐！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